那你想到觉，你一定就会想到觉正净。我们经体上，觉，正是什么呢？正是平等，平等才正。上面是清净，觉正净，清净是净，平等是正。无量觉，弥陀要接引，光则横遍十方，寿则数穷三极，横竖交彻，皆法界体。举此体作弥陀身土，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。是故，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呐。持名即十觉合本，十本不二，生佛不二。故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一桩事情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呢，跟我们讲透了。光遍照十方的，代表空间；寿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代表时间。我们现在讲时空。横竖交彻，横是空间，竖是时间。时空都是无量无尽没有边际的。这是法界体。这是自信。圆满的功德。华严经上讲的体相用啊，举此体作弥陀身，法性身，西方净土法性土没有离开自性。举此体做弥陀名号，法性的名号，所以这个名号就是一切众生本觉理性自性本具的德号。用这个名号，深深把我们自性换回来。密教里面讲三密相应，净宗也要讲三密相应的。这一句名号跟密宗的咒没有两样，它是梵语。阿弥陀佛音译过来的就是自信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阿无的意思
弥陀是量的意思，佛是觉的意思。啊，那你想到觉，你一定就会想到觉真经。我们经题上觉啊，正是什么呢？正是平等，平等才正。上面是清净，觉真净，清净是净，平等是正，觉。无量觉，无量的平等清净的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自自然然，所有一切染污都没有了，你就回归到觉真境了，回归到清净平等境了，实觉合本，实本不二，生佛不二，众生就成佛了。这叫做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一念佛。啊，怎么个相应法？我们从这个地方才得到些消息了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前同学的啊，怎么相应呢？念念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因上相应，果上就相应了。啊，因上是实是僧，果上是本是佛，果上是什么呢？大乘。无量寿庄严就相应了啊，有因一定有果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从经题，你看看后半部跟前半部，你从这里一看就是十本不二，生佛不二啊，一念相应，念念佛，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样殊胜法门到哪去找啊？除净宗之外找不到啊！啊，无比的稀有难逢殊胜，所以我们要珍惜，要真干呐！慧能大师24岁，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就听那么一点点经，就大彻大悟啊！明心见性，这是偶然吗？如果是偶然，五祖麾下那么多的学生，跟他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开悟？这句名号很简单，3岁小孩都会念。可是名号的这个义理，真的不要说是八十老翁啊，不明白了。正如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为佛于佛了，方能究竟。等觉菩萨对这句名号甚深义理也，也像各罗望月一样，他的功德了，即使设方祝福，陈说岔说，都说不尽了。
啊，莲池大师给我们说的这些话了，句句都是真话。因为名号就是法界的体现，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，功德就不可思议啊！但是他得不得受用呢？这就很难讲了。啊，真正得受用，必须要具备信、愿、行三个条件。那往生，那就又必须要具足，像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善根啊，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要记住，善根福德因缘少了还不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真的想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，那你就得念念修集善根福德因缘。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说佛在这部经上也讲到，临命终时十念必生，是不是与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相矛盾呢？有没有这个情形呢？我相信许多人有这个怀疑啊，这个怀疑自古以来就有，古大德在经典论述讲解当中也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一生不相信宗教，不相信佛法，可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偶尔遇到这么个缘分啊，遇到一位善友，劝他念佛，劝他求生净土，他在这个刹那之间听了之后，他就相信，他就接受，他就发愿求生净土，居然也能往生。那这跟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不就冲突了吗？我们反复是感觉的这里有问题，可是真正有功夫的人，他看起来不但没有问题，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一生他没有修啊，人家前世修的，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当中啊，没有机缘遇到佛法，急急呼呼空过一生，没有想到在临命终时他遇到善友，这一提醒，把他阿赖耶识里头善根福德的种子引发起来了，他成就了。是不是偶然呢？不是啊，
慧能大师24岁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就听那么一点点经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偶然吗？如果是偶然，五祖麾下那么多的学生跟他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开悟？学佛的人必须知道因果通三世啊，过去生中种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缘成熟了，他就享受到了。那如果这一生没有缘呢，那还叫来生后世啊。啊，总会遇到缘的时候，这不定在什么时候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经典里面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讲的不能相信，可以存疑啊，不要反对啊。存疑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我不懂啊，我并不怀疑反驳他，我自己德行智慧也还不够啊，这个存疑是好事情啊。古大德常讲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不疑就不悟了啊。这个疑不是怀疑啊，是我听了之后我相信他讲的是有道理，但是我现在呢智慧啊德行不够，我还要加功用恨啊，总有一天我对他这个问题明白了，这就正确啊，这是佛门修学良好的心态啊。佛菩萨处处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依教奉行，肯定有成就。成就的前身大小，那个关键不是你学的时间长短，不是你用的功夫前身，而是在你放下多少。那下面说了，齐心念佛是为十九，我们起这个念头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开始觉悟了。没有，自己没有感觉到我觉悟了，这什么原因？你念的功夫不够如果你能够死心塌地，这一句佛号念下去，念的时候，把万缘放下，为什么？它干扰你。啊，所以经教里面祖师大德教我们一心念佛，这有效啊。啊，一心，这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，这才叫一心啊。这个一心叫真诚心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
啊，你能够把真诚保持，弥陀经上讲的，你能保持一天，上根的人就开悟了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这叫上上根人，一天成就了。经上讲的好啊，最下的根性，7天也能成就，能够支持到7天。啊，一心念佛，心里头真正做到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了，7天成就。所以精进夫妻，他的目标就在这里啊！啊，精进夫妻，我没打过，我也不敢打。早年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他曾经打过2次，他主气，参加的人大概只有10几个人。啊，这个佛器打下来之后呢，出了事情，因为你不用功，说老实话，你的冤亲债主不来找你。啊，到时候来找你算账。你精进夫妻真用功想走了，他就特别注意你。啊，这个时候他来扰乱，你就着魔。啊，所以李老师2次夫妻当中都遇到这个事情，有学生着魔。这着魔，这问题严重啊。人家参加佛七是个正常的人，这几天佛一念就变成神经病，这你都要负责任的。啊，李老师很不容易，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他恢复正常，所以以后不敢再打了。啊，这就讲这种精进修行，必须善根福德因缘具足。你没有那个善根福德，你只有一点点怀疑，有一点点自私自利念头都不行。就是你放下没放得干净呢？啊，真正彻底放下了，才能够参加这种修行方法。啊，所以老师告诉我，他以后再不敢做了。啊，也提醒给我，啊，他的缘比我殊胜呢。他亲近过印光老法师，这一代祖师，那我们的缘就比不上他了。啊，他做了都出问题，那何况我们？往后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呢？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最稳当、最安全、也最有效果的，就是讲经教学。这是属于渐修。啊，决定不会有过失的。啊，那么诸位在此地，我们学院呢，到今天，到明年是10周年了。学记里面说得好，世出世间法是一样的，
7年小乘，9年大乘，我们有没有成就？古大德说过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啊，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，社会上提倡的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啊，现在社会，父母不能管儿女，老师不能管学生，为什么呢？有人权。跟过去社会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只能够劝导啊，真的是修行成就都在个人自己。啊，经教佛说的，注解菩萨说的。啊，佛菩萨处处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依教奉行，肯定有成就。成就的前身大小，那个关键不是你学的时间长短，不是你用的功夫浅深，而是在你放下多少。啊，我早年去学习的时候，这个话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通过了59年学习的检验，证明这一句话是正确的。啊，你放下多少啊？你放不下了，你修300年还是凡夫。你功夫能不能提升一步呢？不能，一步都不能提升。啊，像走台阶一样，你必须把第一层放下，你才能到第二层。二层再放下，你才能到第三层。你得彻底放下，你一只脚踏在上面，那一只脚不肯放下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提升。啊，所以你就是300年，你没有办法提升一级，就放下重要。这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啊，我劝同学们，怎么至少也有10几年、20年了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、起心动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活在世间是为什么？啊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为2桩事情。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九住，一个是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。那我把佛法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一生就做这2桩事情啊，活一天干一天，这是世尊给我们做的榜样。
如果你的记忆力阿赖耶里面通通恢复了，你都能记得了，你就晓得所有一切人跟你什么什么关系啊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心定了，心定了就不会被外头境界转了，也就是外面境界影响不了你了啊，到这个时候你就能影响外面世界啊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若能转无则同原来如来，哎，你不被外面境界转，你就能转变外面境界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，你看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解决家庭团体的问题，解决国家世界的问题，都是用教学啊，这个教学为先呢，这是真理呀！啊，你真能相信，真能去做，那你有大智慧呀！啊，你真的能解决问题了。啊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认为有还有好的办法，你去做。做到结果，再跟这个做个比较看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一直到满清的时代，都还是遵从古圣先贤教诲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平天下就是今天讲的世界和谐。啊，无不是遵守教学为先。啊，家庭把家庭教育搞好。啊，社会也是把教育搞好。国家还是把教育搞好啊，整个世界和谐，如果不从搞好教育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那今天社会这么乱，灾难这么多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把教育丢掉了。所以才出了麻烦呢。啊，这个教育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教育是伦理教育。伦理教育真正明白了，人会爱人，人会自爱。啊，伦理是讲关系嘛，你关系都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会爱他。啊，他是我父母，我怎么能不爱他呢？关系搞好了吗？啊，他是我子女，怎么会不爱护呢？大乘佛法搞通了，你才真正觉悟过来了。就像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？生生世世。三世因果。啊，现在催眠发生这个事情。过去是他的母亲，
现在变成他的女儿。啊，这就又回来了。啊，我还遇到一个，最近遇到的，啊，也是学佛这个同修，他父亲两个都知道，他的女儿结婚，生了一个孙女儿，是他妈妈才来的，就是他的祖母，他祖母非常喜欢这个孙女。你看，又回来了，做他的女儿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，无量劫来呀，我们都做过这样亲密的关系啊，这一转世都忘掉了。如果你的记忆力阿赖耶里面通通恢复了，你都能记得了，你就晓得所有一切人跟什么什么关系。佛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呀。那不但一切人跟我们是这样关系，所有动物跟我们也是这样关系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，人死为养，养死为人。啊，六道里头哪一道？我们都带过，而且时间都很长，而且都很多很多次，不是一次两次，关系密切。啊，再有，这是佛家讲伦理，树木花草跟我们有关系，山河大地跟我们有关系，为什么？是我们的心性所生所变，是我们的阿赖耶所变啊，跟我什么关系呢？太密切了，一体呀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。所以佛家讲伦理，才真正讲到究竟圆满。没有一个是例外呀！啊，这个关系也想不通。佛经上常常用比喻说法，好，比喻用的最多的是讲做梦，啊，梦幻泡影。主要的比喻是做梦啊，幻泡影是陪衬的。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诸位记住，什么时候做梦醒过来，想一想，刚才梦中那些人、那些物、那些树木花草、那些山河大地、那些虚空，从哪来？现在是意识先变现的，说的也不错，意识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是能分辨种子呢，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，真的全是自己变现的啊，梦中境界全是自己变现的，我们眼前这些境界，学过唯识的知道，全是阿赖耶的限量啊，阿赖耶的相分限量啊。阿赖从哪来的？阿赖耶是从真性变现出来的，真性迷了之后就出现这个阿赖耶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就变现出。佛法讲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了、啊。再推而广之，
像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华藏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，没有边际呀、啊！自信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没边际，一体呀、啊！啊，我们虽然没办法证的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那烦恼习气放不下嘛，你就不能证的。可是我们接受经教的熏陶，熏陶的时间长了，我们也明白了，这个明白叫解悟。啊，悟有两种，啊，一种是明白了，解悟，啊，听佛说的，没错。啊，第二种是证悟的，证悟你就得受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完全是自己的限量境界。啊，解悟不是的。啊，解悟不是限量境界。啊，是比量境界，是以圣言量而起的境界。所以念佛是求啊，是实求，实求跟本求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我们今天这个实求就是解悟啊，本觉现前的时候那就是正悟。你看实觉获本，用念佛这个方法彻悟自性啊，跟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样的境界，用的方法不一样啊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啊。这个时候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就现前，那、啊、要紧的自己真干了、啊、真干是自己真放下了，真把这个当作一回事情啊，当作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去办。那我们今天下手要记住，这下手之处吧，我们六根暂时别起它的作用，远离六尘境界，所以找个清净地方去修心嘛，用环境帮助自己嘛。是今所念之佛呢，正果本觉，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啊。故云持名皆是实觉获本啊。这个持名大势至菩萨讲的标准可不能忘记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要这样念才行啊。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，你的念就是净念了。你要不能都摄六根啊，眼睛往外面摄相跑，耳朵要往深层上去听，你的心呢都在外头，都在六尘境界里头啊，也就是你的心散乱了。都摄六根心就定了，我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定了啊。说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耳朵本来听外面，不听外面，听里头，
里面什么？里面是自信，这回头了啊，六根都回头了，不向外缘了，不缘外面六尘境界了。这就是自性本定啊，这一回头啊，这是自性本定啊。啊，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。啊，这个心真的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啊，这个净念，这净念里头有一句佛号，所以它好修。如果这个净念里什么都没有，不容易。我们凡夫做不到，我们凡夫里头有一念，这一念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与自信性德相应，啊，它是自信的德号。啊，念头自性般若现前了，那就叫豁然大悟，这明心见性，理一心不乱的那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下手要记住啊，这下手之处啊，我们六根暂时别起它的作用，远离六尘境界，所以找个清净地方去啊，收心嘛，用环境帮助自己嘛，啊，对于这个法门不怀疑，对于净土不怀疑，对于阿弥陀佛不怀疑，啊，对于我们修学道场老师不怀疑，同学不怀疑，你的障碍没有了，你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相续，相即就是不间断，功夫得力就成就念老此地讲的，是故念念相应，而念念即佛，是显持名功德不可思议。又具密典，这是密宗里面说的，六字洪名中一个阿字，功德一世无量，日新教大师曰：“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，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。”这是密宗经典里面所说的。阿，是梵文里面第一个字母，所有的文字
因为它是拼音文字，都从这个字演变出来的。啊，它是第一个字。啊，像英文里面用 A 做第一个字母，啊 ，A 的发音也发 R， 自阿兹出生，一切陀罗尼。头脑里是咒，确实，一切咒里头都有阿的这个音。它的含义无量无边的，看在哪一句咒语里头，它是怎么个讲法，但是通通与自信相应，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，陀罗尼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咒不长啊，楞严咒是很长的了，有2000多字阿弥陀佛，这也是个咒语这很短的一句阿弥陀佛。任何一部经典，任何一句咒语，都是一个法门。佛家讲84000法门，其实不止。84000并不能当数字讲。要怎么讲呢？要当大圆满讲你看四弘誓愿里面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他不是讲84000的法门无量誓愿学84000法门展开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归纳就是84000法门84000跟无量是同一个意思这个要知道。那么在净土中，再归纳，归纳到最后用7做圆满数字。7是什么意思呢？7是东南西北，上方下方叫六方了，还当中，这就圆满。所以它代表圆满。10是从数字上，从1到10是个圆满，都是表大圆满的，不能把它当数字看呢，那你就看错了。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话说得好，说一就是自信，一切法都是自信。所生所现所变的实际上变是阿赖耶但是阿赖耶是从
自信清净圆明体上变现出来的。所以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，真妄不二。啊，无论从理从思，佛法都跟我们说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个体。真的认识了，真的证得了，自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慈悲，啊，无量的德行，自然流露啊！啊，智慧、德行、慈悲流露出来，你在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啊，用什么？用慈悲心，用智慧，用德行。啊，那你就是佛菩萨，就是大圣大贤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回头，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。阿、这个词，十方佛心，心咒啊，啊，这佛心心咒啊，阿字。我们一般人讲宇宙的原因，原始的原，宇宙的原因啊，这个声音又阿字真言，十方佛心，诸佛化身同所加持。这些他用个又啊，都是日本新教大师所讲的啊。阿、这个词，十方佛心啊，心咒啊，这佛心心咒啊，阿字，我们一般人讲宇宙的原因，啊，原始的原，宇宙的原因啊，这个声音啊，所有一切因都从这个因变现的，所以它是第一个母音啊，一切音声里头的母音从它变现的啊，所以这是佛心。既然是佛心呢，当然得一切诸佛加持啊，化身佛加持啊。又说毗卢遮那了，以此阿字为密藏，这个密不是秘密啊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秘密总是不能告人的事情啊，这叫秘密啊，佛法里头讲密，深密理太深了，事情太繁杂了啊，无量因缘成就一法了啊，我们讲的最简单的啊，在生物里面讲的
单细胞啊，单细胞在佛法里面讲也是无量因缘，它才升起的啊。所以通常用密藏，用这个词汇也来显示啊，它里面所含藏的理太深了啊，语言太复杂了啊，以这个阿字来代表它。又三身为说阿字一法啊，三身是如来果地上的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啊，第三身呢、法身是理啊，报身跟应化身呢都是思想啊，报身自受用，由他受用，应化身全是他受用啊，这里头没有自受用啊，自受用的报身在十报庄严土，同时用这个身来教初证的这些法身佛啊，因为你只要把无明放下了，无始无明放下了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于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这就是无明放下了啊，还起心动念了不行了，你没放下了啊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这就见性。见性报身就现前啊，这个报身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身有无量相啊，相有无量好你自己知道正得报身的菩萨都知道它属于同等的境界啊，为什么好？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你证得报身的时候，你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这个德能相好全都现出来了。这三桩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经本上经题的上半句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，啊，你证得的条件，你的心真的清净得到了，平等得到了，觉开悟了，你的全在经体上啊。啊，那么三身呢，也只用一个阿字
这一个字里头通通具足了。啊，阿字也发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